五月下旬，Tara，今天来看一下他这的芍药，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伊藤。应朋友的要求，看一下名字。他这个牌子呀，上的花基本上就是应该是他实际尺寸的花。价格是80块钱，但是这里的呢，所有的芍药、牡丹、伊藤全都是75折。上面写了 actual flower size。就是实际就是这么大，Orange Victory Border Charm，它上头没有写香不香，你要到网上自己做功课。耐寒三区，在花盆里的花会小很多哈，或者是去年如果是从地里挖出来再上盆的话，会影响。这个品种叫做它，白花，上面写的花的香味儿哈，它这写 lightly fragrant。我找一下，如果要是有特别香的，我会单独再看一眼。紫色的 purple sensation，好像 purple 都喜欢叫 sensation，或者 sensation 都叫 purple。Hillary，看了这么半天哈，就是刚才看那个清香的，只有这个白花有一点香味儿。红色的，这是两加仑盆子的伊藤，这就贵很多，100块钱，也是75折。这个黄色的有一点点，它叫 spicy fragrance，有点刺激的香味儿。芍药，普通的芍药是30块钱原价，两加仑的芍药40。好了，芍药和伊藤就看这么多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